去玩嘛，过完那个入门坡了，等会儿全部都上去。啊，这台车肯定有看头啊，这台车肯定有看头。别踩死，别踩死啊！让轮动起来就好了。翘屁股，嗯，这么轻松。蛋都下掉了，高四驱，高四驱上来的，我们在这。不用开了，这个多少人不长命了？两级上的。肯定轻松了。是胆量太小了，你们那边没有沥青路吗？他们把沥青路挖了，他们把沥青路挖成这样子的，故意把沥青路都给它挖成这样子的。这个你的小鸡呢？小鸡在里面。技术不行，胆量太小了啊，主要是胆量太小了。可以，还是长啊，是不是？这么好的车，这个小坡来讲啊。真的，一个高速司机都能干上去，他这个车。不是你，你平行。这个太菜了。对。哎呀，这个太菜了，这个车，这个车给他玩了一分钱都值不了，哎。